本期我重点来讲解沙漠光彩之谜。在多年前，一艘飞船悬停在沙漠的一片墓地上空，飞船里的外星人用高科技复活了墓地中的骷髅，一堆棺材突然立了起来，一群骷髅人从棺材中走了出来，在墓地上狂欢。接着外星人操控了这些骷髅人的思想，并资助他们成立了一支骷髅大军，对沙漠进行各种破坏。于是沙漠军方和骷髅大军展开了一场世纪大战。然而骷髅大军人数众多，并且个个都无视枪械攻击，沙漠不到半日就彻底沦陷，骷髅旗插满了沙漠各地，整个沙漠成为了骷髅人的世界，并且部分骷髅人还越变越大，成了巨型骷髅人，连超级英雄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为了拯救沙漠于水火之中，我化身孙悟空和这群白骨精展开大战。我花了3天消灭了几个骷髅巨人，然而却被几万骷髅大军包围。我用了1周的时间日夜不停的战斗，以一人之力对战万人大军，终于成功制服了所有骷髅兵。事后军方为了避免骷髅人再次危害沙漠，在各处的墓地旁修建了教堂。